兄弟们，这个号是一个跟扫地僧同一级别的超级单挑王啊，超级单挑王。破甲、心如明镜、水清、吸血、光辉之甲、愤怒野兽、六特技、九段的双风印一速度，右边的话有抗风啊，七抗风、六抗风、笑里藏刀啊、放下屠刀、流云啊、再加凝滞。然后天空还有那个本身有那个超级大招，什么雷霆什么玩意儿，一顿噼啦啪啦闪电啊。这个就是技工团队的那个号是吗？好了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一群梦幻西游的热爱单挑热爱者，就是他们的号可以用十万来杀一百万的，用一百万的杀一千万的福战号啊，就是他们的所有的装备啊、宝宝啊、特技特效都是为了极限单挑用的啊，就是你有再多技能的宝宝，在他们面前真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啊。到了雪山的擂台和皇宫还有竞技馆就能教你做人了，他们的地厅甚至可以没有须弥，只要有眼睛有私奔法术，手动加一个战敌就行了，当地厅用，当须弥地厅用。